这些人的文件，听说在大学就很不正经。出事了，樊小薇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，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 那些照片了，护士，你看到八床那女孩了吗？没注意。医生，你看到八床那女孩了吗？八床没有，就这么高那个，长头发的那个，没有。 Thank you.